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麻辣掌中宝，先把这个掌中宝给清洗一下，我要洗干净，再来腌一下，加入淀粉，都加点酱油，加上椒跟我们水给它泡一下，咱们把这个泡好了，干辣椒给它切成小段小段的。 起锅烧油，油温烧至六成热，开始下入这个炸好捞出啊备用。加入这个一片这个放一个放一个泡好的干辣椒上面，入掌中宝。 加入蚝油，一丁，再加点生抽，油锅翻盘，鲜香美味。 Hello， 来看一下我们家这个桃子，这个雪玉桃，表面看着就像雪一样红，但它里面的话是白颜色的，像玉一样。我给大家这样挖开看一下啊，看一下里面果肉啊，看着非常有食欲。 来把这个皮削掉，尝一下啊，嗯，水分充足，有喜欢老铁可以看一下。